1月16号中午1点钟，当时我们正在进行交接班，一名年轻的女子走进我们派出所，说要表达对我们5月10日帮她找到手机的感激之情。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手机上面，这个锦旗上面，终于执手四个字是白字，但是呢，为了不辜负这个女孩的一片心意，我们就将这枚锦旗接收下来了。同时，我们就这个女孩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表示感谢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